其實是一個是中環海濱的活動空間，就是面對著維港，哇，戶外的 show 嚟喎！相信大家即因為平時你哋之前咧，可能一年前啦，即係開始慢慢比賽嘅時候，而家咧每一次喺唔同嘅場地咧，個現場觀眾亦都多咗嘅時候，有咩感受呢？其實真係好開心嘅。首先自我介紹先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Archie 冼正峰。係啦，我其實我覺得一個好難得嘅機會，可以喺表演嘅時候都同現場觀眾有交流。咁所以今次可以喺呢個場地同觀眾近距離咁樣有交流，其實我覺得其實係好開心嘅，因為除咗唱歌之外，我覺得我哋都係娛樂觀眾啦。咁同人哋1月2日咧，都係一個假期，希望大家1月1日可以玩得盡興啲、開心啲。一定可以嘅。好，接住落嚟阿 Rock。咁都好開心，可以同大家可以迎接新一年。多謝你。到時唱歌就唔係用依把聲噶嘛？唔係。哦，咁啊得啦，冇問題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交俾 Venus 又講下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子毅 Venus。咁其實我啱啱先至知道個場地係可以坐到16,000人噶，有冇嚇親啊？真係嚇親喎！因為我哋麥花臣演唱會嗰陣咧，我哋有1,000個觀眾啦，大概我幻想唔到成16倍會係點咯。數口幾好。係啊，咁我就覺得仲要喺1月1日呢個日子，可以同我哋嘅觀眾們一齊盡興。迎接新年，是真的一個很特別的日子。 Thank you。 好，到時多多 enjoy 這個這麼大型的舞台啦。好，接著羅莉塔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余卓飛 Chantel。 今次知道有這個這麼大型的 show 的時候，我是非常之興奮的，因為我們上一次的演唱會已經是8月的時間，那次的演唱會是學到很多東西的，所以希望今次這個演唱會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不止星夢學員的進步，也是跟其他歌手的合作機會，所以多謝大家。到時阿Chantel會不會帶你首新歌上這個舞台呢？希望可以。是，這條問題要問埋專家。好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原管理及發展助理總經理樂奕玲小姐，還有寶輝娛樂有限公司的代表 Peter Lam，當然不少得其他的歌手朋友啦，包括有 Hannah、 谷子喬、谷阿薇、鄭俊雲、施康橋。不如男仔前排得唔得？好，不如分兩排啊！我哋男仔喺前排嘅，後生嗰啲有冇再？仲有係啦。如果可以都可以分兩排嘅，如果方便嘅話。好，大家望望正中間嘅記者朋友。好，咁多位我哋先望望正中間嘅記者朋友影翻張大合照。